哦，好靠！是吧？是吧？你真的很小。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呀、啊！那时候爷爷就跟那个小女孩就说不要太靠近，不然会攻击。然后可是妹妹还是在往前。然后我在路的时候就看到后面的跑过去，回想的时候看到那样的画面是觉得很好笑。也有人跟我讲说，感觉那个鹅很可怜，然后自己很可怜，就是先拿下来算了。其实鹅呢，它们通常都有自己的地域性，那所以当你比较靠近的时候，它可能就会产生攻击的行为。那所以就是民众要尽可能就是再来在这边观景看到鹅的话呢，就欣赏鹅就好，就不要太过靠近，以免就是会有被攻击或追逐的状况。